我看今天谁敢走，娘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吗？谁说出去的呀？没人说出去。娘了解你，你想怎么做，娘能不知道吗？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嫁给张东官。怎么纳兰府满门忠烈？ 世代忠良，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女？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若走出这扇门，我就有10000种方法整死那个张东官。我会告诉皇后，他诱拐格格，我还会派一队人马跟踪你们。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？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如果你真想拿他的前途和性命，去赌你的幸福。 哥哥，回去吧，还是？张东官，张东官，你出来！东官，哥哥，您的叫喊声，恐怕这宫里的人都听见了。您快歇歇吧。你把张东官给我叫出来。那张大人今日不当值，早早的就出宫了。出宫了。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有变。是啊，这么些年都没变过，这些老旧的桌子、凳子早就应该换了，可东官不肯，不让换。为何不让啊？东官说了，这里呀，到处都是你们俩的回忆，不舍得。他还记得过去？当然记得。 就算是想忘也忘不掉啊！格格，您嫁给常旭将军不久之后，东官的父母就都去世了，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他舅舅，还有表妹照顾着。东官不孝了，也不大爱说话，成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研究菜系，还冒着九死一生的机会接近皇上，去御前献菜。格格，您知道？ 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吗？为了什么？只有成为皇上的御厨，才有可能有机会见到你。可是他为何对我如此冷淡？